那来到震动膜，那来到震动马达的部分，那来到震动马达的部分，这只手机的震动马达真的是。太赞了，赞到一个飞起来！我超喜欢这种 X 型，它好像是什么 X 型马达吗 ？X 型马达，X 轴线性振动马达啦，X 轴线性振动马达啦，这整个按起来非常的酥酥脆脆，非常的利落，就是按下去它马上是一个高峰，然后再马上就又没有，它不会这样拖泥带水，像是一些平价的很烂的手机的震动马达一样，这真的按起来，所以像是我打字很喜欢用震动马达，这按起来真的是，哇塞，真的是太赞了！像我很喜欢，那像我打字很喜欢震动马达那个感觉，就哇塞，真的是非常清脆、非常脆的感觉啦！我真的是太赞了。像我打字就喜欢开震动马达，这样哒哒哒，然后这个按起来非常简单利落，真的是按起来，哇塞，好赞哦！所以震动马达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震动马达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对整体的使用体验，我觉得是加分加还蛮多的。但是有人就像我妈，她可能就不太喜欢震动马达，她这个手机啊是完全把震动马达关掉，打字也没有，我就觉得会可能有点可惜。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喜欢把震动马达开起来，而且有那种简单利落、脆脆的震动马达，这真的是超赞。